天啊，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说坐下来拍片这件事情是那么的紧张。为了缓解我紧张的心情，我现在是坐在我的床上。好，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我要先谢谢大家订阅我，然后帮我按赞，每周都来看我的影片，真的非常谢谢大家。我觉得可以有人看我的影片这件事情很开心之外，加上很多朋友都会留言给我，或者是 IG 私讯我，有些比较害羞的小朋友就会留言私讯我，然后跟我讲说很喜欢我的影片啊，然后支持我什么之类的。现在很想哭是怎样？500人就想哭，因为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坐在前面然后拍 QA 这件事情。太多私讯我的朋友们，然后说你什么时候拍 QA 啊？你就是每天都拍 Vlog， 可是你就是都没有自我介绍啊什么之类的。好，来了。那今天的影片呢，总共分为5部分。第一，我先自我介绍，然后再来就是 QA 的部分。QA 又分为综合篇跟留学、工作跟恋爱，总共5阶段。如果你只想看有兴趣的部分呢，你也可以直接跳到时间轴去看想看的地方就可以了。开始，因为我有把所有要念的东西然后放在 iPad 上面，所以我会边看然后边跟大家分享这样子。首先呢，我的姓名，我叫许富逼消音，然后我在 YouTube 的名称叫做水瓶小姐。为什么叫水瓶小姐呢？因为我虽然不是水瓶座，我是摩羯座，但是我上身是水瓶座，而且我每次看那个星座分析跟运势啊，我都觉得跟我无关的感觉。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完完全全水瓶座。例如说做事情很讲求新鲜感，跟很容易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跟目标很容易变化，就是一个捉摸不定的人，连我自己都捉摸不太定我自己。所以呢，我觉得我的 vlog 随时都可能在变化，然后也是真真实实记录我自己的生活，所以我就叫做水瓶小姐。家族成员的话呢，有爸爸、我妹跟我是最大的，跟四只猫。接着呢，就是我今后的目标。我觉得应该我不孤单，应该很多人都会像我一样。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没有竞争力的人。什么叫做很没有竞争力呢？就例如说，像我喜欢拍片，但是我不会去追求我的观看次数要多少，我要怎么拍会更多人看。虽然大家追踪我，我很开心，但是我不会就是想说，哦，我目标是10万，我目标是多少这样子。我对这方面是一个很没有竞争力的人，其实这件事情好像不太好，我觉得我希望我可以改进。今年呢，我就想要让我自己找到目标，然后更有竞争力一点。以上呢就是我的自我介绍，接着呢就要来看大家给我的 QA。 第一个问题，你有想我吗？有，下次可以再来合作吗？第二个问题，怎么学日文的呀？怎么学日文？其实我很久很久以前我就自学日文，国小的时候喜欢杰尼斯跟滨崎步，然后从那时候就会开始硬看日文歌词，然后硬去记那个音调。到了国中才真的去日文补习班补日文，但是在来日本前，我的日文都是那种能看一些偶像简单的发一些 Twitter 还是什么的文章，我是看得懂的，但是我没有办法在现实生活中与人对话那种程度。进场超棒，支持你，谢谢。Oh, by the way， 在日本就是同事啊还是朋友，大家都叫我听赏，因为就是我的最后一个字是听，结尾。喜欢穿的品牌衣服，近期的话我喜欢穿 Beams 跟 Castane 还有 Zara， 一些基本款百搭万能款我都会买 Uniqlo。 接着呢就是留学篇，想要待在日本多久？我觉得我没有想要回台湾，就是我暂时应该都会在日本，
因为我很喜欢日本的生活跟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虽然有些人会说东京就是很冷漠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我还蛮享受，就是不会讲话很直接，也很顾虑对方的感受。工作上也都是一步一脚印，个人蛮喜欢这样的感觉。但是有些人来日本可能留学还不错，然后工作之后就会觉得好像跟自己想的不一样，然后日本很脑袋很硬什么之类的，就不习惯，就想回台湾。我觉得那也 OK， 但是我个人就是非常享受在这种抖 M 社会。好，接下来是留学篇。在台湾念书的时候是念什么科系学校？在台湾的时候是美容科，然后大学是弘光科技大学美发造型设计系，其实跟日文完全无关，跟现在工作也完全无关。想知道你去日本的心路历程。我一开始是先来日本留学，然后留学个一年半之后，想说我想要把日文练得更好，因为语言学校这种东西毕竟跟商业日文还是不太有关，我想要真的很顺畅跟日本人沟通，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可以练习日文的工作，所以做到现在。请问是去日本留学的吗？想知道留学的过程。留学的过程呢，其实我那时候很懒，我那时候就是全部交给代办中心，然后就申请好，然后代办中心就会帮你把全部资料整理好，就来日本了。如何学习日文？觉得你发音好好听，谢谢。因为我从来都不觉得我日文发音很好听，我觉得米偶像这件事情是一件很可以学日文的事情，就很死命想要看他 Twitter 到底打什么东西，你就会去查。我那时候就是觉得偶像让我的日文进步神速。之后呢，来到日本，我就会硬逼自己去学一些很口语的日文，例如说日本真正在讲的用词跟一些文法的表现，我就会去看 YouTube， 因为现在 YouTube 就是你知道我超爱 YouTube， 兴趣的主题，我觉得你都可以去用日外文，然后去学外文，因为从你有兴趣的点去开始听的话，你会学得很快之外，你还会很有兴趣。对于你有兴趣的事情也是一种学习，对语言也是一种学习，所以我觉得赞。为什么去日本？怎么跟男友认识？在日本打工有什么有趣的事吗？其实那时候是我工作了两年，然后觉得有一些腻，就是可能已经失去了目标跟动力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要去一个新的地方。跟我爸讨论之后呢，我爸就说那你就去日文继续把日文学好啦，就当作去学日文加旅游，然后去个半年之类的。可是没想到我一来就爱上日本，然后就待到现在。怎么跟男友认识的？这个等一下再说。在日本打工有什么有趣的事吗？其实我来日本没有打工欸，语言学校的时候全部是我爸赞助我，就非常感谢我爸。然后呢，是语言学校毕业前我就开始找日本的工作，然后找到现在的工作。因为我现在是接待业，有趣的事就是白目的客人很多，例如说我们店有卖口罩，可是它是封起来的嘛，那个客人就看着那个口罩看很久，我就去搭他话，没想到他就转过来看着我说，请问我可以试戴吗？哈，我以为我听错，那傻包眼。然后这个人结巴说，好像不行。Instagram， 然后我有一个 highlight 的那个现实动态，上面就有放一些我工作的小故事，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那边看更多。接着呢是工作篇，为什么会选择到日本工作呢？请问怎么会去日本工作呢？谢谢回答，谢谢你的留言。为什么会选择到日本工作？其实就是误打误撞，就像我刚刚说，我是先留学，然后毕业前才想说要为了让日文练习得更好，找一个可以一直使用日文的工作，然后才找到现在这个工作，就有点像是，面试上了，我就试试看吧，不是从以前到现在认真规划说我要再念日文然后去日本工作之类的，就不太像是那样子。去日本工作的动机和未来规划，动机应该就是像刚刚
以上叙述。未来的规划呢，唯一的规划就是我想永远待在日本。这可能就是我目前最明确的目标。日本服饰业待遇好吗？好，这边就可以来细述我的工作。我的工作呢，就是日本的 apparel 店员，就是所谓的服饰销售员。那我是在一间日本知名的品牌公司下工作。我觉得待遇好不好，其实是要看个人呢，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薪水没有到日本真的那么的高，但是我做的是很开心。你的穿搭很好看，请问去日本多久？穿搭很好看，谢谢你。其实我也是入社之后才开始，对于搭配跟颜色上面开始有一些自己的见解。以前都会觉得黑白就很好看，几乎衣柜全部都是黑白色系的衣服，但是是入社之后才开始有些，例如说花豹纹啊，一些彩色的衣服，发现其实利用颜色还有一些花纹去搭配的话，心情上面改变会很大耶。就是好像我现在穿黑色，我就很有安定感，然后在床上，然后回答大家。但是有时候你去不同场合穿不同衣服的话，其实心情跟整个气质上面都会改变。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说适不适合，先去尝试看看，你就会知道自己到底适合什么花纹，适合什么款式，适合什么颜色。很推荐大家可以多多尝试，因为毕竟当女生就要美美的。请问去日本多久？我来日本今年第四年。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日系穿搭灵感？入社之后才会开始有一些对服饰，因为自己就是做这一行，就会开始对服饰这一块感到比较敏锐吗？因为客人也会问，然后你也必须要一直改变自己的穿搭风格。水瓶小姐喜欢现在的工作吗？超喜欢，我很喜欢人跟人在讲话那种感觉，我很喜欢讲话，所以我在接客的时候，特别是用日文，我就觉得我自己超棒，就是我怎么可以从都不会日文，然后到现在就是用很流利的敬语跟客人讲话呢？这也不是那什么自满，但是我就觉得我自己在成长耶。接下来是爱情片。大家是不是最期待爱情片？我觉得爱情片的问题还蛮多的。请问怎么跟男友认识，相处的方式还有遇到的困难？我跟男友认识是我的大学学姐，她也在日本工作，个日本男朋友。那个男生的高中到现在的也像是好朋友、好兄弟、好妈姐，然后一直到现在的那种朋友，就介绍给我，所以我们就在一起了。相处方式还有遇到的困难，我们很奇妙的点是我上升水瓶，他是水瓶座，所以我们两个的想法基本上是一模一样。例如说，明天早餐要不要吃麦当劳？然后结果到了出发前一刻，我们就说，怎么突然想吃咖喱啊？好像可以耶，对，换那个计划。如果在个性上这件事情是可以合的话，那我觉得就够了，就是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乐趣。但因为像有些人就会觉得，他不是说好要吃那个，你怎么突然改变？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还蛮合的，因为我们在生活上面很多小事情上面就会很合，不太有争吵。想知道怎么跟男友认识的，每一次发影片都抢着看第一个，继续 follow 你。问题有点多，不好意思，但真的很喜欢你的影片，永远都会支持你的。很感动耶，这个留言我在 IG 上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一定是一个很贴心的人，问了那么多问题，然后还会说问题有点多，不好意思，怎么会不好意思呢？我很开心耶，超可爱，谢谢你。怎么跟男友认识？就是以上朋友介绍，每一次发文都会抢第一个看，我真的很感动。然后我知道有一些女生或是一些朋友就会是那种比较害羞型，她就算支持你，她也就是默默型，然后她也不会留言说第一个什么之类的。因为像我个性就是很爱讲话，我觉得我第一个什么的。可是在 IG 就会收到这种内向型的朋友，然后传给我的一些告白吗？我可以把这称为告白吗？
很感动，就是不管是在 YouTube 直接留言给我的，还是在 IG 私讯我的朋友，我都觉得讲不出话来，我怎么会能让你们喜欢？总之非常谢谢你们啊，哭。日本男友和台湾男友的差别，我觉得这可以讲很久耶。像是我觉得台湾男生就是一个很温柔，台湾男生很以女生优先，例如说就是拿包包，然后吃饭付钱，约会付钱，礼让女生，女生生理期帮女生炖红豆汤啊，买什么鱼汤啊，巧克力啊什么的，在日本根本不可能。首先他们的理念是人跟人，就是不是女生就是你身体特别弱还怎样，没有，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出来工作的人，约会平分，生理期你就是情绪イラとしてる，大家也是会无视，就是嘴巴嘴说说哦好可怜哦，女生好可怜哦，多休息哦之类的，但他行动上完全不会有任何的付出，这点真的是台湾男生很细心的地方。然后还有就是很要求公平吧，例如说约会的时候，像台湾女生可能就是你知道每次都是我去那边好像没差，但是如果是对方一直在我这边，日本男生他们就觉得是不是要取个中间值，就是在两个住家的中间车站去那边约会，还是呢偶尔我去偶尔你来，就是他们很一切都很讲求公平。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这男朋友就是很贴心的地方是他这点真的很不像日本男生，他是真的会约会基本上都是他付，生活起居上也是他付比较多，所以我觉得还蛮感动吗？要讲感动，如果交日本男朋友的，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就是你们的男朋友是很台湾系日本男生吗？还是就是很日本人的日本人？我蛮想知道的，留言跟我说。接下来是日本男友会很大男人吗？我觉得大男人好像在哪个国家都有，然后也要看人。我自己遇到的，我就交过两个 日本男朋友，目前是都没有很大男人。大男人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叫你干嘛你要干嘛那种感觉吗？日本人好像不太会了，因为日本人是蛮怎么说呢，蛮在意别人的想法，除非他就是一个很白目的 DOS， 他就是控制欲很强，不知道是时代有差还是这真的跟国籍没有关系，我也不太知道，但是 我自己跟我身边是没有这种情况。现在租的房子租金大概多少？怎么和男友分摊？首先呢，租金的话呢是17.5万，非常贵，换算台币是多少？5万多6万多，而且这是一个小套房，是因为我们这间房间是算是新租，就是新盖好的房子，所以基本上价位来说会比较高一点，之外地段也真的蛮好，去哪里都很方便，所以真的蛮贵的。怎么分摊呢？其实要讲到刚交往的时候，我住前夜，然后男朋友住东京，刚交往大概多久啊，3个月左右，他就问我说要不要同居，我就说可是就是我想要搬到东京，但是目前还正在存钱，然后预算也没有那么高，他就问我说那你现在租金多少，我就说55,000日币，他就说那你就继续付你的55,000日币，剩下的我全缴，所以我就说好，我付样钱，我要住东京，我为什么不好？目前这房子我真的是很谢谢他，因为他就是那上面就是贡献很多，之外约会钱什么就是也贡献很多，所以谢谢我男朋友，最近也要谢谢我男朋友。而且我拍 YouTube 的时候，他就是也很支持我，就是每天都会看说，你又多一个留言呢，你又多一个追踪什么之类的，就是他比我还要 care 这件事情，我觉得很可爱。好的。终于结束了，其实也没有很多，但是就是希望能回答到大家的问题。以上呢就是我今天的 Q&A， 最后真的是非常谢谢大家支持我的影片，留言给我，按赞给我，追踪我，
非常谢谢大家，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我们下次见，拜拜。